1993年成立于美国加州的赞美之泉音乐事工，从1996年发行第一张敬拜赞美专辑，让赞美飞扬以来，巡回服侍教宗，遍至欧亚、美洲等地。他们所创作的敬拜赞美诗歌和音乐深触人心，引领人向神献上虔诚的敬拜和委身。然而，如此享誉基督徒华人圈的敬拜团体是如何跨出他们信心的第一步呢？赞美之泉刚开始其实是一个有点像团契这一类的，而且我们是从不同的教会的年轻人组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只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带敬拜。因为那个时候敬拜赞美才刚开始在华人的教会里面，特别是在北美。那我们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在各个教会带敬拜的话，会带给教会许许多多的祝福。因此呢，我们是从这样子开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的事工可以是走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赞美之泉的呼召是一个敬拜赞美团，这个音乐团队所要表现出来的不是自己能够做什么，这个音乐团队最主要带出来的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我们就done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用音乐侍奉神，那跟很多的华人小朋友一样，就是从小学音乐嘛，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音乐会是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我是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参加了赞美之泉的聚会，那我其实很迟到，我进去的时候只有听到最后一首歌，可是我非常确定神在那时候呼召我说你要来服侍我，那我哭很厉害。那从那天开始之后，我就参加赞美之泉团队的练习，那从一个团员慢慢，那神肯定我的呼召，然后借着游牧师，他就说，哎，在我真的是还很害羞的时候，他就把我生命中的那个呼召跟恩赐好叫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在训练，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开始带领敬拜。主，我渴到你这里，主，我累了到你这里。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用歌声来服侍神，也没有学过唱歌，音乐只学过一点点。其实我刚进来赞美之泉，我本来就没有想要当 vocal， 其实我本来是摄影师，5年到7年都做摄影的。有一次在尼牧师有说，哎，你要不要带一首歌，然后那次是第一次带歌，然后那次带歌之后呢，就越来越多机会可以带。刚带歌的时候也是很紧张，而且我现在带歌也是很紧张，因为我觉得这敬畏神，就是如果不紧张就是不对。20多年来，本着一颗单纯顺服神的心，神一路引导他们巡回服侍各地的华人。即使服侍行程紧凑，常需要四处奔波，加上随行的行李和器材，都考验着他们的体力和耐力。可是就算劳累，他们仍喜乐地彼此相爱和服侍，并坚持向神献上最好的。巡回真的是很难算，我想大约算一下，一年大概有40到50场的服侍。那如果是面对面的服侍的话，应该是有大概超过10万个弟兄姐妹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专辑呢，我们一年是有大概1张到2张的敬拜赞美专辑，然后有1张小朋友的敬拜，还有1张到2张的其他的种类，比如说乐器啊，这样演奏版啊。那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制作日文的小朋友专辑。至今赞美之泉已在各地巡回服侍1000场以上，每年服侍对象超过10万人。但是少为人知的是，在舞台上光鲜亮丽的服侍背后，他们委身于活出敬拜的生活，期望成为神的器皿，让人们在聚会中亲自遇见神，并单单地被他的荣耀吸引。我们希望在敬拜当中，然后把羊推推推，赶赶赶，带带带，带到神面前，然后剩下来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然后他们跟神的对话。我想有没有特意隐藏我们自己，我觉得一定是有的。那我想
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做到的，大家在台上看到的不是赞美之泉，乃是能够与神面对面。我们所有的思维，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安排，我们做每一个的流程，都是以人能够到神的面前为主，所以不知不觉你会把自己排开。那当然我们在台上人家会看到我们，但是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时候是能够反映到说，哎，其实我们也都是跟大家一样的。如果神能够借着我们发出一个声音，神也能够借着所有的会众发出一个声音。神啊，我的神啊，我要弹琴歌颂。DSOPs and all the staff and co-workers and volunteers and sound people.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每一场聚会前，团员们总是花时间认真反复的彩排、祷告和寻求神的心意，渴望借着敬拜将人的心全然的带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敬拜高举他。我们基本上每一年呢都有一个主题，那每到一个城市呢，我们就有祷告会，我们就会求神说我们要特别对这个城市的弟兄姐妹来说什么。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针对着祷告会我们所领受到的，在曲目上有一些的更改。当然在不同城市啊，有些人比较喜欢唱闽南语啊，有些人喜欢唱慢一点的歌曲啊，年轻人比较多喜欢唱多一点快的歌曲啊。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到一个城市设计出来的一个敬拜是专门为那个地方设计的。但敬拜不是一个 formula， 我们时常是需要看神要怎么带领这个会众。每个时候在不同的场地，神都会做不同的事情，所以真的是学习需要依靠神。我觉得要有一个就是与圣灵的一个熟悉度。那当你发现神在工作的时候，神在对我的心在悄悄的说话的时候，我也要有信心说，其实同时圣灵也在悄悄的对下面的弟兄姐妹说话，所以我有那个自由可以觉得说，我现在可以安静的先不唱。让神的话流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再度的敬拜，那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自由度，更不一样的一个深度。在我每次在选诗歌然后跟编曲的过程，其实跟外面的流行音乐很不同的是，我们其实希望这些编曲啊都是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我们每首歌出来之后我们就敬拜敬拜敬拜，然后会有一个感受，会有一个我们希望带给会众进入神的一个角度。其中许多令人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诗歌，就是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与神面对面的经历。他们相信敬拜就是向神说话，也听神说话，让神可以在人的生命中自由动工，这也成为他们在带领敬拜时的重要原则。